身为一个神经科学研究者，我从教科书上学过海兔，许多关于海兔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了神经细胞的功能以及它作用的基准。可是我却不知道，在距离我住处不远的海里就有许多美丽可爱的海兔。我是从这本书《一个潮池的秘密》里头才得知这个奥秘的。一个潮池的秘密，作者陈阳文，最早也是跟随着海兔的脚步，才发现了这个位于台湾东北角的潮池，只有一棵树荫的大小，却是窥探海洋秘密的窗口。无论严冬酷暑，每到周末，陈阳文一家四口就抛下城市的喧嚣，奔向潮池的怀抱。2000多次的潮起潮落，18000里路的奔波，每一次的造访都有全新的感动。4年来，陈阳文从潮池里记录了236种生物，拍了上万张鲜活的写真，还壮烈牺牲了3部相机。所有的观察报告都在《一个潮池的秘密》里。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一个潮池的秘密》作者陈阳文先生。陈先生和我一样，都是从事神经科学的研究。陈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这本书很可爱哦。那首先呢，我在自序当中，我看到你最早想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女儿的关系，是不是？是。因为女儿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写一些别人看得懂的东西，而不是只写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是是是啊。是 这本书其实它的诞生是我们全家人，好，就是我跟我太太还有我两个女儿，现在就读小3跟小5。那我们持续一直以来这几乎这8年来，我们就持续在海边做观察。那等到到前几年我跟我女儿讲说，我们既然观察那么多年了，加上也摄影了蛮多记录，所以有时候我很想把它用成一个书，可以跟别人分享。所以我女儿她就说，那爸爸你要写的话，你最好是她也看得懂，最好是用故事的形态来写。所以她就给我一些灵感，她给我灵感，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如你所说，我是学神经生物方面，也是生物学方面的背景。那我们以我们的背景的一个训练，我们大部分可能写出来的书会有点像图鉴，传统说图鉴式的。对，可是这本书让我感觉很特别的，就是说它的编排是很科学的，但是呢，里面文字的描述却是非常生动活泼可爱的。为什么会决定这样子的写作方式呢？是，就除了我女儿这样讲之外，因为我觉得我们参与在里面的都是当作朋友，都是当朋友的一个的一个相对待。所以我就试图在想说，其实也是这几年来观察里面，我海洋教我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教我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说，我虽然在生物学科上面有些训练，我可以去找到很多资料，但是我发现说，真的很多资料都是从我自己实际上的一个观察。那当然里面又有一点科学家会想说要追根究底，那追根究底有时候去查文献又就非常的找不到东西，所以我会把它取名是一个秘密。但是同样也希望说这本书让世人能够更看到说，其实那海洋的生物它真的就很像，它真的可以像跟我们朋友一样。我想我们都应该反省一下哈，就是说你写到说，我们虽然是被海洋围绕着的一个国家哈，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往往只有海鲜文化，没有海洋文化。这其实是很令人悲伤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我们的下一代都只认得盘子里头的鱼虾贝类啊哈，可是把他们带到海边去，他们却认不出海里的生物哈。如果我们放眼全球来讲，我们台湾是位处在一个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就是说我们的种类珊瑚啊，这些鱼类种类，我们是在等于说这个地球整个海洋里面，我们是在最丰富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国家，他们做就非常好，在一个在我们北边的日本，那一个在南边，一个南边是澳洲，澳洲他们也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都是靠近这个生态，所以我们有这样好的自然资源。那我更希望说我们假如说除了吃之外，我们让我们的
在教育里面，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他能更能够观察到，能够看到，还知道说，哎，原来我们的整个我们的海洋是那么丰富。对，而且，如果不是带他们去吃，而是带他们去探访这个潮间带的话啊，让他们看到说，哇，距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多可爱的海洋生物。好，在书里头在描写，譬如说像这一段在描写海兔的时候，很有趣啊。我不晓得是因为你去探索潮池的时候，因为长时间没办法进食，肚子饿了，还是怎么样？你们常常把海兔描写成食物，你知道吗？譬如说，你描写到那个眼纹海兔像好吃的蛋糕，是，还有海兔的卵像意大利面。那我翻了后面的图，就发现，哎，真的非常像意大利面哦。所以这个是谁的描述？谁的比喻？是你自己呢，还是女儿们？蛋糕是我描述，然后意大利面是 Rachel Carson 他所描述的。对， Rachel 也觉得他像意大利面这样。对，他还仔细去数过，他比较像是科学家，他去数过像那个他很长意大利面，如果你仔细看上面一个小点，那他去仔细去数过那个小一个小点就是20颗的蛋，所以他曾经想办法去计算它。那至于蛋糕的部分，像海兔是一个，海兔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勇者。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勇者。好，它跟人类一样，它是为了吃，它可以不惜生命。好，它可以牺牲生命，它都要吃这样子。好，其实生存嘛，对，有它的习性。那也是马刚这样子，海兔对我的意义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我刚才有说过，这七八年来，其实我更早就在观察海边。那这七八年开始记录，那会到马刚这个潮池，那么不起眼的潮池，其实是海兔带我过去的。所以我就会想象说，我自己像《爱丽丝梦游记》一样，是一只兔子带我到一个奇幻世界去。好，那马刚那时候，马刚如果我们只要到假如在例如说在春节的时候，好，在冬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海缸马缸的上面是海蚀平台，长满了绿藻，海兔就全部回来，他们就回来，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看它鱼啊，可能是像那个公园里面的那个黄黄的那个小狗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如果你那个最主要是因为它离开水面。好，那所以马兔它本身，它有时候它是在水里面，所以它有时候它的形态，它是一个有点不规则。对对对对，所以它以后卷曲起来的时候，就像一个蛋糕，好像哇，有时候看到真的像蛋糕一样这样啊，有时候像香蕉，有时候像芭蕉，好，有时候拉长，有时候缩小，所以在海里面那个形态很难描述。有人，我带朋友去看海兔，他本来就想说，哎，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只兔子一样，这样子可以跳来跳去的这样子哈。后来看到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形容。最主要，其实也有人说它像海蜗牛，是不是？对，它其实算是海蜗牛的一种，就是无壳的，它是软体动物。它会叫海兔，是因为它有两个触角。好，两个触角，对，像兔子两个很长的耳朵这样子。但是我们在中文里面有时候叫它那个什么海麒麟或海牛那一类的哈。好，但是我英文它叫 sea hare， 就是那个海野兔。好，所以我还是习惯用海兔。好，那这个海兔，我觉得最神奇是马刚这个，它如果在可能大概在二三月那时候的时候，它们等于是大产生的时候哈，它的时候非常多，真的多到你要小心，多到你要小心，因为你会踩到它。啊，有一次他们就想抢救雷恩大兵这样子啊，好多海兔搁浅了，就是要去救他们，把他抓起来，全部放到水里面去帮他的忙，让他不要往生掉这样子。后来是太多了，他真是没办法，太多了哈。好，但是那个景象让我一直想到说，台湾什么时候有这种像这种动物那么多一起出来？我们说最有名的说鲑鱼，好，说我们在北美加拿大或甚至日本北海道，这些鲑鱼一进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们要回溯到陆地来，或者说，我也曾经到非洲的肯亚去看马赛马拉，看到整个那个牛羚的大迁移，好，你要看到那种景观。那我一想一想，我们台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岛，哈，我说相较于那些大陆性的，像这样的一个小岛，已经很壮观了。对，我看到海兔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就是我们台湾的鲑鱼，这是我们台湾的牛羚大迁移，而且到夏天的时候，你去看没有就找不到。到冬天的时候，藻类来的时候，他们就全部回来。所以你其实这本书的编排还有书写是按照季节，对不对？所以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即使同样的一群生物，
海中生物他们也会有不同的行为。是我们传统里面写海洋的话其实不讲季节的，好，因为大概很少人像我那么傻会去固定看一个地方那么久。那我当然这个季节的一个切割哈，是有点还是有点个人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或者可以看看其他的，大家不会用这样的季节来观察。好，那其实这一方面也引起我的好奇，海洋它是不是有这样的季节或者是一种改变。但是我这样写了以后，我自己整理以后才知道说，它的季节跟陆地是相反。它是相反的，它是相反的，就是我们在陆地的时候，我们讲说，其实植物最茂盛的时候是夏天嘛，是夏天，最绿意盎然的时候。对，然后反而在马缸来讲潮湿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看不到很多小的，或者是鱼，可能只剩下鱼类，它上面其实藻类，因为整个马缸就像一个铁板烧。太热了，太阳晒了，他们可能躲到深海里头去了。对，它完全都不见，所以海兔也不会出来。其实它的其他的生物，整个生态的系统，其实是在夏天，反而是跟我们的冬天是一样的。所以那潮间最热闹的时候是冬天喽，这样。其实是冬末夏春天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温度最适合它们探出头来。对对对，加上我讲的是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哈，台湾这个地方，那时候的冷的跟它的整个生物的情况，我不晓得。假如说我当然也陆续观察，以后有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哦。是。我知道您之前学的跟我一样啊、哦，是神经科学、神经生物。是。那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下面，你会从神经生物走进生态观察和生态保育的领域呢？是。我想神经生物它让我学习到哈，它给我一个钥匙去打开一个动物一个行为的一个可以去探讨它的一个机制。那就我个人来讲，更会感觉让我去发挥我的感官的一个世界。所以感官就是眼睛、耳朵、鼻子等等。那走到海洋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那个感官上面的一个震撼，就是到海洋里面的时候，它是跟陆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是漂浮在上面的，我比较觉得是我像是一只鸟，好，那我们只剩下眼睛甚至耳朵可以听到。那其实因为戴着面具的关系，所以那个海洋里面的一些感官，人类是消失，例如说鼻子、嗅觉不见，口感也不见，所以我就很集中在我的眼睛。你的视觉？对，我的视觉还有我的触感。好，我的触感就是一个平衡也好，因为其实在海里面那个浪这样冲。好，然后所以那个视觉是很重要的，在海里面是非常重要，还有那种感觉，整个那个是其实是要到海边观察是蛮辛苦，尤其在台湾，尤其北部这里，像在冬天的时候是很冷，所以我想说冬天我也是一样可以去，所以这本书才可以用四季的方式，其实我冬天也是照去。所以生态的保育和生态的观察，让你可以专心的用某一种神经，的感觉去体会，是不是这样？然后，并且也可以让你体认到你在神经科学上学到的一些理论和知识。是，所以我想也想彰显这本书，它是用一个定点的方式。好，那当然我也发生一些很有趣，所以说我那时候会想到说，我会想到法布尔也是这样想，因为法布尔在他的昆虫记有一个很有名，就是说他是法国的一个小学老师，那他到法国南部去观察昆虫的时候，当地的农夫就觉得很奇怪，说这个老师怎么了，每天没事干，然后就蹲在那个道乡村小道，不晓得蹲在那边干什么，因为他不晓得他在观察蚂蚁或在观察昆虫啊，然后还有很耐心的看他们的一些行为表现或生态，啊，那甚至那些村里面都有一个留言说，这个老师是不是那个神经有点不正常？他神经很不正常，为什么是蹲在那边不晓得在做什么？这不就我们每天看到的东西吗？对不对？对。然后他当然村民没有他那么仔细在观察，没有人有那么大的耐心。我自己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潮池那么小，我想当地人或许有一种留言，有一个怪叔叔常会浮在那边，每到周末就出现。对，我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一个阿嬷带一个小朋友，我没有看到他，因为我只听到声音，我在做我的观察，然后那小朋友走过去，他就很惊讶看到，他就跟他阿嬷讲，阿嬷阿嬷那块要接西郎这样子，他有是浮尸在那边，我就很尴尬，你知道，我又不敢起来，因为我戴面镜或戴护膝管，对，会吓到人家，所以我就阿嬷他就哎呦，我想说，
他们不想要，等顺便拿一个棍子戳戳我，看看是否我还活着或怎么样。好，所以我就想，但是我还是有停到，其实还蛮近的，然后就伸出手这样挥一挥，挥打个招呼。对，然后就感觉上可能有好几只乌鸦飞过去这样子，可是他们都觉得愣住了这样子。哎，所以有像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对他们来讲，那就是他们很自然，他们生活的周遭环境，他们没有想到说哇。会有一个都市人要专程从都市来到这边，好，那他天天在看，也不晓得在看什么。是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可能，这也是说可能反映这本书他的观察哈。我个人喜欢，虽然我有潜水的执照，但是我一直很喜欢用观察生态，用浮潜的方式，因为潜水的方式要带气瓶，那气瓶顶多一天一个气瓶带要用不到一个小时，那顶多早上一瓶，然后下午一瓶，最多晚上再一瓶，就最多三瓶，三个小时哈。又讲传统上来讲，三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去浮潜的时候，我只要靠一根呼吸管。我到水里面常常是四个小时或六个小时，所以对于想要带着这本书去探索潮池的一般民众，特别是初体验的民众，你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带很多小朋友去，我们会有一些我把它衍生成一个仪式，我下海是一个仪式，要对环境对人都好，所以要保持一颗安静的心。对，然后下去的时候，我们当然自己的安全要注意，因为到海边我们人是要怎么注意呢？尽量全身要有包覆，好，例如说防滑鞋，然后尽量长袖的，好，我们说像骑脚踏车那种莱卡，我们有莱卡服装那种有弹性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你只要让身体包覆，像我这样穿长袖的，好，包括因为人的皮肤在海里面稍微久就泡了软软了，我们在洗澡洗太久都软软的，那加上那个。潮间带它旁边很多壳，所以加上那个石头很尖锐，你一下子你就会受伤。好，现在说，所以我们保护好自己，那我们也对环境要保护，就是说，防晒油哈。我们在擦防晒油过去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小朋友先到海边的时候，先拿一些海水先冲洗，好，因为防晒油超市里面有珊瑚在里面，那个我们的防晒油，尤其叫。一个人两个人还好，只要多人的时候，防晒油其实是会伤害那个珊瑚的。好，所以就是要净身，我们说一个净身的仪式，虔诚的心，虔诚的心，对对，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那只要越静心的时候，你看到越多，鱼也会过来跟你做朋友。好，所以我也学到这样子，我教那个小朋友来做海洋教育的时候，我刚才讲说，他们要答应我，不能带走任何一个动物。那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书里面你讲，人类自以为是演化上的高等动物，言下之意好像不太赞同哦，那是不是你有其他什么样子的想法对于演化？是，因为我们学生物学，常常会有一个照片哈，就好像从演化讲说啊，从海里面一只原始的生物变成鱼，然后变成两栖类，然后变成爬虫类，然后再变成像猴子，再变成人这样子一个图像出来哈。那其实这句话的一个想法也是回应达尔文先生。达尔文先生曾经，他除了提出来，在他那个时代哈，在那个十九世纪提出来说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类的这样的一个祖先的时候，是引起轩然大波。他其实还写另外一本书，就写那个海鞘，一种很原始的脊椎类的动物海鞘。好，这潮池里面非常多的海鞘，非常多，它是一个很原始的生命形态。它跟海绵哈，我们这很流行海绵宝宝，其实住在一起。但是海鞘已经具备了像人类的脊椎，好，所以它是已经算是，如果说叫进化的，对，认为是很进化，是比较未，就是说比较后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好，那它除了他说，所以它更引起轩然大波，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更轩然大波，开玩笑，怎么会人类怎么可能是从那么小小的一个小东西，完全好像看起来不会动，然后居然就变成人类。好，那我就常在思考，有时候自己在学演化的时候，学演化的时候，就所以好像有高低，其实对生物来讲没有高低，可能只有出现的早晚。那同样潮池，我觉得它更神奇的地方，更吸引我，除了说种类很多之外，我仿佛我去看到一个生命的地球生命的一个演化，完整的演化史。对，因为里面有充满了非常原始的啊，也有比较高的等等，他们全部都聚集在这里。那我看到的就
真的想要像一个极乐世界一样，大家和平相处在这个地方，好，那所以就非常兴奋。其实，在演化的观念里面，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平等心，然后不要有阶级的概念。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让我曾经举一个例子，说人类一个侵就是一个侵略性，其实生物会看得到。好，我曾经到阿曼达海。也是做这种浮潜观察，那就是普吉岛啦，普吉岛印度洋的东边。那它那边是泰国跟马来西亚边界。那在马来西亚的保护区的时候，他们保护做得很好，渔民不会去抓鱼，好，所以那里的鱼他就对我很友善。我下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好奇看他，我去拍他，他无所谓，他知道我无害，所以我就可以很接近鱼。那跑去泰国，我想说，就在隔壁而已，另外一个岛。然后在那边观察的时候，那些鱼感觉上对我有戒心，他就远远的，你要靠近他就跑掉，那当然心里不舒服，拍不到照片，好，但是就观察为什么这些鱼会有戒心，那边的鱼就没有戒心。后来知道，在泰国那边的保护区，虽然是白天保护，没人敢去抓，晚上那个渔民就偷偷跑来抓，所以就会觉得，那我回到台湾更不用讲了，但台湾我们的海洋整个生态，因为海鲜文化也好，或者说我们渔业的一个利用方式，我们的一些鱼类其实对人是。除了潮池之外，因为潮池他们是刚出生，他不晓得人心的险恶，所以反正我有时候到其他的地方，比较大海的地方，鱼是非常怕人的。哎，是。好，那这本书出来了之后，女人们喜欢吗？他们觉得看得懂吗？我必须老实讲哈，我也用一些小技巧，就是说在里面有几个春夏秋冬的，就是那个章节的时候。我让他们写，我就跟他讲，这就跟我大女儿讲春天的部分，你写你的看法，好，那你也不用说你喜不喜欢，你就你很自然的一些看法，好，所以书上里面也看到他们的反应，其实他们会有点抱怨，他们确实是有抱怨，我每次跟朋友讲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不相信，他每次听到说我们常去海边玩，你们好幸福，对，好幸福，然后可以去玩，我说我女儿不这样想。我女儿都不这样想，他们会觉得可能一来他们不喜欢我们到海边的过程里面走的山路，车子他不喜欢那个旅程，然后二来有时候我开玩笑说对不起，没有性别的歧视，我说女人心像大海的针一样，有时候也不想，有时候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就要走了，他们玩得很高兴他就不肯走，好，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也许这也是其中一个秘密吧。不过这本书的确是你们一家人共同努力好产出来的很特别的一本书，好，那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追随着这本书去探索潮池的秘密。今天很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